沙中線之外咧，原來佢背後係因為有不可告人嘅秘密。咁啊，除咗沙中線之外咧，原來越揭越抽。而家咧，啱今日喺議會先至再即係傾緊咧。 原來連港珠澳大橋咧都唔見咗幾萬張嗰啲ISC嘅表格，而咧嗰個官員咧係唔夠膽答咧究竟嗰啲表格咧係去咗邊個職員個名嗰度啊！咁啊，大家睇到咧，其實越嚟越多證據證明咧，香港政府係做咗好多咧違背市民、對香港利益有害嘅係事件，所以咧係好怕我哋喺議會裏面咧一路去尋根究底啊！ 咁所以我哋應該要明白嚇，即係點解會咁困難咧？點解會啲挑我哋咧？咁但係我哋咧就試下喺法律途徑，爭取公義先。咁然之後逐步逐步咧，再同大家一齊為香港、為大家嘅民主理想一路追求。多謝。好，我仲有一個重大嘅宣佈，大家有心理準備啊！阿阿琛啊，得罪埋咪？佢俾人擔誤咗坐監，坐監有冇讀書先？ 我哋鼓掌啊！刘冠聪，被受打一样毕业。崔啊，做唔做啊？考虑下。你考虑下呢样嘢，唔使考虑你讲咩。系好，多谢武哥。咁啊，平时我哋话撑武哥等于撑自己，咁今次咧，即系。 一此重的啦，因為咧，即係我同阿姚教授都係 DQ 6裏面其中兩位啦，咁而摩哥今次嘅上訴都唔單單只係為自己嘅，咁係為大家爭取翻公道。咁當然我哋都好清楚啦，今日喺咁嘅政治環境當中，法庭咧有時候都有口難辯嘅，好多無論佢嘅裁決啊，還是佢要思考點樣判咧，好多時候都有個天花板喺度嘅。咁呢個天花板就係當然嚟自北京嘅壓力啦。咁所以我哋都唔係話好樂觀，好多嘅奢望放咗喺度。 咁但係喺咁嘅時勢寸土必爭，咁我哋喺法庭上面，即使我哋見到未必會好似我哋想要嘅結果係咁容易出到嚟，咁我哋都要係喺每個戰場上面都要繼續落去。咁所以毛哥呢，其實今次嘅上訴唔單止係為咗自己，都係為咗其他俾人 DQ 嘅朋友。咁而今次上訴當中，亦都係好多波折啦。 例如話立法會都好荒謬咁樣要繼續係追冇嗰幾百萬新津啦，到而家都係未解決嘅呢件事。咁而出咗嚟嗰結果咧，我相信無論如何都好，呢個呢條司法上面嘅路咧都係要繼續走落去。咁所以各位都呼籲各位支持者都係唔好氣餒，繼續喺唔同嘅場合當中咧爭取公義。我都有即係有啲有啲感想嘅，我有一次咧就翻去立法會一個公聽會嗰度，咁啊關於小販，去到我喺準備個講稿啦，你知我都係臨急臨忙做嘢嘅人，咁突然間個立法會嘅秘書就嚟，唔好意思啊，各位今日唔夠人開會啊，大家要第日再嚟啦咁樣樣，老實講。 第二次我又去開會，咁郭家麒議員就代表，唔好意思啊，上次我哋本會咧唔夠人開會，所以累大家白走一趟我哋自慢二分嘅協議，使鬼道歉咩？如果佢唔係 DQ 我哋6個人，係咪啊？小販政策佢又有份。 小麗啊，直頭係虛此皇后，係嘛？喂，爭兩個人咋哥？小弟喺度，阿聰喺度，阿姚生喺度，阿小麗喺度，實夠人開會。各位，當日阿姚生喺度問佢嗰啲工程問題，而家都未答㗎，哥，年零兩年啦，而家仲有新問題。不過我覺得我有一句心裏嘅説話，因為啱啱都嗌出嚟，大家放心嗌得㗎啦。我啲口號通常都係啱嘅，不過係通俗啲咁解嘅啫。我嘅口號就係：法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食番薯。講完㗎啦，呢句唔係小弟發明㗎，小弟係愛國者嚟㗎。
我係呢個秋菊打官司裏面一句嘅原話。咁多原話就係做官，做官法官都係官嚟嘅，係咪？法官係監察政府行為，監察我哋公職人員嘅嘢。喂，哥，法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食番薯啊！我唔驚㗎，我知道就係會審我。不過呢個真係老實講，是香港人的心裏的說話，是不是？是不是你國之重器來的，大佬？所以希望我在口號的時候大家大聲點，因為還有一陣間就開股了。好，來的喔，來的好不好？大家來得了，大聲點。人大常委，人大常委，暗無天日，暗無天日，DQ 議員，DQ 議員，無法無天，無法無天，我是香港人，我是香港人，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法治，我要真法治，法官不為民做主，法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食番薯，不如回家食番薯，法官們，法官們，勇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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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说话就是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丹东说的，勇敢，勇敢，勇敢。小弟在这里勉励香港的法官，记住影住，最紧要在个news 个录出来，勇敢一点，不会死人的，人大不够胆再释法的。唔该。那我再一次多谢大家来撑我，其實都不是撐我，是撐香港人。我不會做白日夢，不過奇蹟是會出現的。我再講一次，如果我再做議員的時候呢，我會聘任姚生和阿東做我的特別顧問，因為他們是我在立法會做議員的時候呢，兩位好好的同事，是吧？周善都幫我去問嘢，同我哋一齊去並肩作戰。我拉布唔夠嘅時候，真係頂唔住啦。阿鐘行落嚟，嗱嗱聲講。阿姚生咧，我記得嗰次講話飛機免税咧，都講咗成日。而家證明咗係啊，哥，飛機免税出現嘅惡果係出現咗，係兩個應該記大功啊！你睇下國泰又亂咁買機，香港航空亂咁買機啊，免税啊嘛。咪就係冧咯！喂，國泰而家加拿大已經取消曬地勤噶啦，外判噶啦，因為你俾佢免税買機喎，嗰個仲唔買啊？因為投資錯咗啊嘛，投資錯咗，你免税買機又免又買多啲油。萬人騎黑馬，半夜臨心時，小弟兩個人喺度講，俾建制派鬧，喂，搞錯啊！長毛同阿姚生，你兩個無理取鬧，喂，食豬血摸黑市啊！你而家點樣賠翻俾香港人啊？國泰是我們的航空公司，搞成這樣。我在 Facebook 叫他做什麼話，叫什麼公司，我忘記了。欣航。欣航。欣航。他是網上英雄，我不知道。喂，我們舉一個例子，我都是說你免稅給那些人在這裡買飛機，或者交很低的稅，不是免稅的，等於免稅搞到。喂，現在不搞出事，這麼小的東西。所以我哋再有一次，人大常委，人大常委，暗无天日，暗无天日 ，DQ 议员 ，DQ 议员，无法无天，无法无天，梁振英可耻，梁振英可耻，共产党可耻，共产党可耻，我系香港人，我系香港人，我要真普选，我要真普选，我要真法治，我要真法治，作法官不为民作主，法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食番薯，不如回家食番薯，香港法官，香港法官，勇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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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咁啊，差唔多啦，我哋静待其变。